年代，连阮爸拢无咧用，你若换这条啊，你规个人拢会无同。像啊，你的身躯顶哪有其他查某人的香水味？啊，你哪会换新的领带啊？就阮同事建议的啦，伊讲啊，上法庭换一条颜色较鲜艳的领带，安尼较好闻。陈哥，陈哥，你有听到无？我那阵打开啥物物件，然后都有声呢，是伫倒卡。你就是叫我把陈哥抢走，因为你的心内真清楚，你伫个各方面都不如我。那是你一定安尼看待的代志，你得袂到幸福的啦。这是阮爸私底下交代我的特别任务。伊讲我若是无处理好势，以后就免接班啦。这内底资料我若拍开，我爸摕到伊要爱，我就会当自由选择我要爱的人生啊。小轩，爸，你回来啊？你手提的啥物件？咱两人一路走来，点点滴滴，我从来拢唔捌放过去。这款的领带，连阮爸拢无咧用。你若换这条啊，你规个人拢会无同。像啊，你的身躯顶哪有其他查某人的香水味？你敢愿意搁重新开始？但我就跟陈哥拢经好好啊。啊，既然伊即届只是回头，妈妈就尊重你的决定。我来找陈哥，你即摆来这是创啥？即摆不是问这时阵啊，你紧避开，莫互伊看到啊。你内面就是对你这几年来也无正当做生意的手段，还佮你公司袂当见人的机密文件啦。我就唔相信你有材料摕到我公司的机密。等我把档案破开，再来证据。陈哥，这条。敢不是我送给你的？啊，你哪会换新的领带啊？就阮同事建议的啦。伊讲啊，上法庭换一条颜色较鲜艳的领带，安尼较好闻。陈哥，陈哥，你有听到无？我那阵打开啥物物件，然后都有声呢，是伫倒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快啊！